奥斯卡首位影帝加点是他。首先，奥斯卡奖的影帝因为投票机制不明确，差点要颁给一只德国牧羊犬还是法国斗牛犬。德国牧羊犬，他应该要做一个小金狗给他。对啊，把那个金狗还要背在背上。啊，金狗背。我多懂你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